朋友们，在今天我们的午间新闻，第一个看到呢，关于全国各地大学示威者扎营，声援巴勒斯坦的浪潮中，有不少学生，甚至还有教职员被停课或者受到处分，以至于抗议人士现在面对的困境也成为核心议题了。 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要特赦，示威浪潮不仅导致校方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紧张，民主党内部也在如何平衡保护言论自由和支持加萨平民，同时关照反犹太主义担忧的问题上，现在可是面临重大挑战，也使得今年的大选现在增添了变数。 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则说：“总统拜登知道民众情绪非常强烈，但是联邦政府的倾向是由地方当局管理抗议活动。”科比强调：“民众有权公开表达观点，但是必须使用和平的方式。” 另外呢，则看到呢，在现在最新的民调显示，前总统川普的支持度比现任总统拜登还要再高六个百分点，与三个月前大致接近。似乎纽约的盐口废案虽然已经开审，但是并没有冲击到川普的竞选优势。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川普执政四年整体还算是成功，批评他治国失败的比例则由。 百分之四十四，而谈到了川普，也看到呢，他与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的 h 德斯 n d e r s 私下会面，也让外界猜测这两个人是不是要放下共和党初选期间的分歧，来谋取未来的合作。政坛则形容这一个举动有助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筹款，能够舒缓因为连串官司所造成的财政压力。 而 the sounders 则可以修补和保守派选民之间的关系，也为他日后的仕途发展可以铺路。 那么，呃德桑蒂斯在2022年是高票连任州长之后，也一度被共和党内部视为挑战川普的有利人选，得以吸纳不少的捐款。提名初选期间，双方还相互批评，甚至已经到了人身攻击的这个程度。川普曾经形容德桑蒂斯是忘恩负义啊，竞选经理呃则说是德桑蒂斯是可怜的小男人啊。德桑蒂斯在初选失败之后也。 在一段时间之内，并没有替。 川普背书，反而批评川普有政治包袱，而且他从自己的竞选团队当中挖人。不过现在呢，看起来两个人在这里呢，似乎在私下的这个会面之后，外界就想两个人是不是要放下在初选之间的分歧。应了中国人讲的，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但是也不会有永远的朋友。下边我们再来看呢，就是明尼苏达州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遭警。 员跪井致死之后，触发了全美仇视警啊、呃、警方啊这个警、呃、这个执法警方的情绪，再加上新冠疫情的流行，导致各地在过去几年出现的是警员荒。不过，最新的调查则显示，地方警员人数历年来首次往上增加了，情况似乎已经有所扭转。 在现在，由于不同警队的人手增长速度各不相同，有许多的这个呃警局仍然还需要努力来吸引并且挽留，就是自家的警员，以此。 呃，这样子来看，整体而言的话，在警力方面，现在还没有真的走出困境。那么，许多的这个警局啊，或者是警政方面，正在重新审视入职要求和他们的招聘流程。下边我们则看到呢，就是威力起强劲横扫奥克拉荷马州的龙卷风，现在晓得。 最少有四个人死亡，当中包括了一名婴儿。到昨天，还有将近三万户停电。恶劣的天气也让多个呃市镇的。呃 遭遇的是毁灭性的打击，其中包括住了大约五千人的硫磺镇镇中心十五个街区半径之内的多栋建筑物都被夷为平地，或者吹走了屋顶。另外还有大约三十个人受伤。在中部地区，是从二十六号起，上个周末就受到龙卷风的肆虐，有数十起严重破坏的事故。 下边我们再来看的呢，就是在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发生了私人 party 的枪击案啊，造成最少十个人受伤，警方目前拘捕了一名年仅十六岁的少年疑犯。那么警方说呢，这一个是在二十八号凌晨，在一个餐厅举行私人派对，现场有大批的群众，不料后来结果喜事变成了这个呃祸事。 演成流血事件，警方说呢，最初只是有人言语争执，后来冲突升级，结果变成了枪击事件。下面再看呢，根据全美国的看护联盟和其他机构的两份报告估计，现在全美国五百四十万名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他们。 得负担起照料生病的父母、祖父母或兄弟姐妹的责任，远远高于近二十年前只有一百三十万人的数目。被照顾的家人往往患有的是绝症、慢性病，或者失智，还有人在意外或战争当中受伤。许多未成年看护人也因此旷课，并且感到孤立。 对未来当然感到担忧，由于需要兼顾学业、家务和为家人注射，一些人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和焦虑。那么，根据在佛罗里达州学校调查显示，多达四分之一的中学生和百分之十六的高中生都参与了看护的工作。那么，在现在当父母工作时，这些孩子得要照顾患病的长辈或者兄弟姐妹，他们与年迈的亲人共用卧室，协助他们。 夜间上厕所，这些孩子往往到学校、到家事技能，呃，像是管账和做饭。那么，但是也同样更有同理心。不过，研究人员说，这些孩子也因此感到更沉重的责任感，也错过了结交朋友的机会。 好，朋友们，最后我们看到电动车拒擘 Tesla，因为它自动辅助驾驶的争议不断，现在正面对民间诉讼还有政府调查的双重考验。原告方现在质疑系统未必安全，而且 Tesla 夸大了效果，导致公众贸然使用。不过 Tesla 则表示，交通事故系与系统无关，最终责任是在于司机。 现在呢？分析形容在类似案件的诉讼结果对特斯拉影响深远。特斯拉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它的股价已经下跌超过三分之一了。管理阶层在近日公开的报告也表示，由于电动车销售下降，加上中国同行竞争激烈，特斯拉的第一季利润大减超过百分之五十五，跌幅超出预期。 好的，朋友们，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今天我们的五间新闻，胡美健为朋友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稍微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别错过了，朋友们，我们要一起收听啊。